快点，快点。OK, gentlemen, number off. 1, 2, 3, 4, 5, 6, 7, 6, 六个人，为什么少一个人？ Who else is not here? Who else?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，真的太受欢迎了。那梁导，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新的展望吗？今年最重要的展望就是希望呢，过年的时候大家呢会去看我们的《新兵正传三》，现在已经放映了了。希望今天我们的票房能够来一个大突破。希望大家积极的支持，谢谢。一定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国片嘛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当然呢，每次过年的时候，除了看国片之外，我觉得牛车水要去逛一下。牛车水那边，李特亮带我们去哪里逛啊？哇，直接去阿 boys 那边逛啊！在我这边逛啊！对，总之呢，大家一定要去支持我们这部电影。梁导，你的那个目标大概是多少？你已经破了千万了嘛？这一次的目标越高越好了啊！越高越好，因为这次呢，我们的这些演员呢，都是很用心的去做好这部戏，因为他们的训练太辛苦了了。再次呢，谢谢梁导还有阿 boys， 谢谢。李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